心中欢喜。心有劈山之喊，手中无还，心中欢喜。千万金有灵犀也够了，
理由虽已足够，证据却还不够。世事本就如此，有些事你纵然明知是上当，还是要去上这个当。既然要走，就不该来。既然来了，又何必走？其实做瞎子也没有不好，我虽然已看不见，却还是能听得到，感觉得到，有时甚至比别人还能享受更多乐趣。